刚好搬家，然后搬到就是离海比较近，然后我就到我家附近哪边去晃晃，然后我就坐在那，因为都没有人嘛，下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，其实沙子晒得非常的烫，然后我就坐在那，然后就看那个海浪把那个垃圾把海上的一些东西把它打到岸上，然后就想说，我想说是不是要把它整理整理，就是看到我就来个近滩好，反正旁边近滩对，啊结果没想到，因为很烫，然后海上走就很烫，我的脚好烫，然后就有点像在跳，因为我踩沙的时候沙其实也是会溅出来，因为很烫，你会想要有点颠颠颠，然后又是跑的样子，沙子其实会附着着你的脚上，而且脚上你脚又是有它的海水，然后又粘到沙子的时候，其实会一直四溅出来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曲子，有点像，好想看你是现场啊，我们一直误会耶。